Lisa 和 LV 三公子又被网友拍到去海滩度假了，同行还有三公子的二哥二嫂。这可不是他们第一次被网友偶遇了，从八月份的旅行到十月份的晚餐，再到十一月份的巴黎公园看球，两人的感情似乎越来越稳定。虽然没有官宣，但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这对小情侣的感情已经愈发公开了。Lisa 似乎经常飞到巴黎，不是为了工作，就是和 LV 三公子约会。看来两人的感情真的很稳定啊。虽然 Lisa 的事业暂时还没有明显的飞跃，但她在感情上的选择或许有她的道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希望她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。Lisa 和 LV 三公子的恋情一直是娱乐圈的热点话题，从最初的传闻到现在的频繁偶遇，两人的感情似乎已经愈发稳定。虽然他们还没有正式公开恋情，但通过网友的目击和爆料，我们可以看到两人在一起